我们会在严厉用看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措施。我们对那个恐吓的这个言论呢，都已经把它隐藏起来，并且我们已经会报警，要来那个侦办。我邀请主笔的大法官出来，来一场宪法大辩论。你发言要攻击我们，不受时间限制。我们要发言回应的时候要受时间限制，大家公平一点。来一场宪法大辩论，这个不可能的。世界上并不会有说啊，当事人不满意法官的判决，就要求跟法官办一场辩论，这个没有这种事。宪法法庭那个裁判呢，都是可受公平的。